的，我们继续再来开，这也是双十一的东西。这个我姑姑先帮我拆一下，检查过，但是它都没有启动。是这个防螨的除螨仪，这也是就是张君令代言的那一家。它有一个这个重力球，所以它就可以比较轻松。像我家里那一台啊，就会一直这样翘起来，你就必须要一直这样推它，所以这台比较好。就我们家里买的都是比较高级一点的，这也比较贵一点。除螨真空吸尘器。来听听他的声音。你先不要下去啊。那你这个吸尘器，感觉风铃还好，没有以前。是拍打的功能，哦，这是侦测那个螨虫的功能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试用看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君宁，欢迎来到我家。螨虫的话，它这边会显示红色的。哦，有这边就有螨虫。哦，现在就没了。灰尘，你看这些都是灰尘，灰尘跟螨虫。灰尘，这个猫嘛，底下用的用的，还得灰尘。对，这就是让我过敏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去另一个房间。给你铺啊，铺上。哎，你洗好啊。放到没有红色为止，它会不会是呈现红色？很深层都有。对啊，这个蛮可爱。怎么看？灰尘。没有，是螨虫。哦，螨虫啊，哦。它会侦测到螨虫。哦，我当这些，当这些灰尘。
蓝色的那个靠背呢？蓝色。对啊。这是几到三楼啊？这三楼吗？两个哎，两个蓝色的这样靠背的。有蓝色。蓝色。有蓝色，烫金的。第三楼。放在三楼干嘛？你这一堆，敢那一间房间，遐尼侪枕头，是毋是拢垫到袂使睏嘞？啊，甲你拍拍，放伫楼顶，拢起去楼顶拍啦。啊，拍拍我着收收，甲你盖盖好安尼。啊，你一个房间遐，只着几粒啊？你讲，啊我，你搁摕一粒去啊？搁阮翁啊，搁睡个枕头。其实我喜欢《神隐少女》里面的巨人宝宝，他的床，我觉得他的床超好睡的啊，枕头堆里面多有安全感啊！你们呢？你们喜欢睡在枕头堆里面吗？实在不好翻身的，你有垫能直睡在枕头上面，加垫位哦。我讲你一个房间内，那会垫遐侪枕头，十粒都唔拿啦。即马着几粒二四五啊啦，啊，搁迄、那个，搁起楼顶两粒，哦，你看这阮阿妈搁两粒，呀，搁到暗啊，搁有一个枕头，着即款枕头，拢一对着啦。阿姐啊嘿，枕头嘛一挂。有啊，我先。你去甲洗好啦。很多。枕头而已啦。到另外一个房间。看一下，我会拍到你。我会把你剪掉。我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好，你看，哎，对，我最好看，我最好看。有红啊，有红嘿，有红就，有红就是。好，你看。再来，不要弄，清掉，好清掉，哎，拿去那个，它是这样拿，它下面是直接这样倒的，得吸吸上去了，对啊，先倒水，要先弄水，才不会淹起来，对，我会先开起来，是这样子的，哦，对了，哦，一坨。好啦，这次的开箱成功，那寻爱开箱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